你这个机器六吨的，但这个我刚刚压了个压不动，再压一下。压不动的，这个没效果，压出来不行，六吨机器不行的。它是不锈钢的，硬度很高的，它是铜的。包括这个硬度还挺厚的，这个，包括这个硬度还挺厚的，厚度都挺厚的。再用液压机，伺服机不行。